刚才呢是我们是不是优化了这个路由啊？把它提取出来，这样的话路口文件就简化了。但是呢，我们点开这个路由文件里面，这里面大家想有没有可能会产生冗余？什么意思呢？我们这边是不是操作 STU 数据啊？其他地方会不会操作 STU 数据？可能会操作吧。你每次都能读一下，是不是挺麻烦的呀？这时候按照 MVC 思想里面多了什么概念？是不是 M 模型的概念啊？那怎么办呢？下面我们就做这个优化数据库啊。你就是发现啊，这个所有数据都在 STU 点 JS 里面，没有模块化，不便于模糊。那怎么办呢？创建，就是说创建这个目录啊，然后在目录中创建 STU 点 JS。专门负责数据的管理，你就复制过来。这边我们来右击新建粘贴走，就在下面干嘛呢？新建 STU.js 这个模型，然后呢，这个代码直接复制进去，复制 Ctrl C 粘贴代码。我来解释一下啊，这边什么意思？FS 模块吧，数据是不是说在这个目录下呀？为什么不需要写点点杠呢？你想问题，最终是不是都是在 APP 点 JS 加里的呀？所以说最终都是干嘛呢？就相当于把代码拿过来，在这个目录下去引入吧。所以说是点杠啊，点杠，然后呢，这里面 export 是不是导入 ？export 是不是导入 find 的方法呀？啊 ，find 的方法去读文件，这是 export find by ID 是不是导入这个根据 ID 获取数据啊？啊 ，OK， 这数据封装好了，封装好了之后下面干嘛呢？下面是这样的，封装好了之后是不是应该路由里面去调用啊？所以说再来也是直接复制啊，重在是理解，好，把它复制过来，走，然后点开，为什么叫重在理解呢？原因很简单，因为后期写 YAML 的时候我们是干嘛？我们是在这个平台是不是直接生成啊？啊，我们现在什么呀？是什么路由优化、数据优化，最终干嘛呢？有没有路由目录？它都给我们写好了啊，写好了，我们完全可以像 Sync BAB 一样直接用它。但用了之后，你会想，哎，老师，这个路由是怎么引入的呀？啊，所以说，这时候你是不是可以看这个地方是用它去理解啊？啊，但是它理解吧，不推荐你是用框架还是干嘛？用框架的方法。啊，所以说不要敲啊，这是理解的东西。那框架的语法你怎么可能知道呢？除非开发者啊。好，然后收回来这边干嘛呢？我们看看效果啊。刚才我们复制了这个路由模型和干嘛呢？和路由文件。那这里面什么意思？我们看看啊，是不是还是引入框架核心文件？注意 ，FS 还有吗？以前那边是不是引入 FS 模块去操作数据库了呀？现在不用了，为什么呢？模型里面是封装的呀。啊，模型封装。模型封装之后，注意啊，这边有不同了。这边是引入模型文件啊，啊，模型文件。大家想问题，模型文件里面有哪些方法可以被外部使用？你就看这里面 ，export find 是不是可以被使用 ？find by ID ADD， 然后 update 这些是不是都可以被外部使用啊？看看我这边用了哪个啊？我用什么 ？find 啊 ，find。find 这边大致意思干嘛呢？判断是否有错误，没有错误干嘛呢？是不是加载视图啊？我这边有个疑问，这边传了什么东西？这是个对象吧？对象调用什么东西 ？find 的方法传的是不是一个回调函数啊？传了个函数对吧？函数传过去之后，在这里面我们看 find 啊 ，find， 大家问题 ，find 的话，这个什么类型？是个对象呢，还是一个方法呢，还是个数组？方法我可不可以调用？可以调用，有错误就输入错误，没有错误干嘛呢？是不是就执行？你看啊，这里面第一个参数是 run， 第二个参数是不是具体数据啊？啊 ，to tree， 然后我们看具体数据在这里面，你看，因为这个方法是不是有两个参数的呀？没有错误就 run， 没有事有数据干嘛呢？是不是就渲染了呀？哎 ，OK， 第三句干嘛呢？把它方法在这里面执行。好，然后这是这个添加。添加传了两个数据，一个干嘛？一个是不是参数？另一个干嘛？是不是这个也是回调函数啊？我们来看看啊，添加就是走 ADD 方法，具体数据啊传进来，然
然后他做这个数据组装啊，数据组装，然后回流函数传进来干嘛呢？他这边里面就是来调用啊，传一个参数，传两个参数，一个是错误，一个是没有错误。如果这边干嘛呢？有错误就判断，没有错误是不是就跳转了呀？这是这个代码，我们看好不好用啊？好不好用？这边它就会自动重启，然后试一试，看能不能用啊？回车是没有错误的吧 ？A B C D E 下面就是 E 了，干 create， 然后干嘛呢 ？E 三个 E 三个 E 啊，那就写几的？五吧，然后写女提交。好，能不能实现？能实现的啊，并且干嘛呢？并且模型这块有没有优化掉？是不是后面用的话就在这个调用那个模型的呀？哎，就完成了啊。好，总结一下，刚才是给大家说什么呢？做数据库优化啊，就是我们发现啊，路由里面啊有大量的这个文件读取，后期改的话干嘛呢？也得改，其他地方用呢，还得再干嘛？再重新读一次。不方便。按照我们 MVC 思想的话 ，M 模型是不是主要负责数据处理的呀？所以说我们就创建了 models 这个目录，在这个目录里面呢，出现 SU 模型啊，这里面定义的方法，然后呢，修改我们的 SU 点 JS 调用模型，哎，这样的话就实现了这个数据的优化，嗯。